大家好，我依旧是那个玉树临风、高大威猛、人见人爱、车见车载、性感且富有弹性的摩根。很多朋友们说啊，我不会玩元歌，从来没见我玩过，笑话。目前这一对二如此巨大的优势，这叫不会玩。区区一个凯皇虽然可以秒我啊，不过我利用自身残血当成诱饵，然后直接空了两个技能。凯皇见我残血并且操作这么菜鸡，绝对智商大减上来怼我啊！大家快看，大家快看，残血的魅力多么强大啊！他已经被我勾引过来了。就在此时，我大胆的使用出通灵术，撒撒击飞他两次。一切都是这么的突然啊，塔下极限反杀就是这么的手到擒来，这事儿我天天干啊。我决定回家补给一下，不对，目前兵线已经在我面前了，我必须收掉，不然就要亏兵了。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啊，不管发生了什么都永远不亏，小兵全部收掉，准备回家。好，大家此时可以看到我已经残血，猴子绝对不会放过我。在这么惊险的时刻呢，大家可以联想一下凯皇是怎么死的。嘿嘿，我一个通灵术将其，他这个棒子跟我的通灵术同时出来了，如果慢 0.01 秒他还是死，不过我一换二还是不亏。经过了一番激情四射的对抗呢，我捡了一个人头，然后被下路黄忠、刘禅二人强行换线。哎呀，其实都 OK 了，我到哪里都是最闪亮的仔啊。来中路骚一波，先整一手通灵术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们俩比较分散，我们先平 A。 猴子要上钩了，他来了，他上钩了，好的。哎，难不难受？小泥鳅别跑了啊，谁都不能阻止我双杀的心，灵活多变，非常的优秀啊，打完就跑，关键还死不了，你说气不气人呢？玩的就是出其不意，令人匪夷所思啊。就像这个猴子非常纠结，明知道这是我的通灵术，他这个时候呢就很难受。你放开我，你这个狗皮膏药，离我远点，我要支援，我要去团战，你走开，就是这么的激情四射。哎呦，翻墙没过去啊，不过也无所谓了，拿过一波优势之后呢，我们推不上去，但是也不想走，怎么整呢？继续埋伏呗。你看他们想出来了啊，胆儿挺肥，还准备清兵，厉害了。模仿墨子一手，来呀大爷，来玩啊，他还真来了啊，那就结束战斗了，非常的突然。玩元歌呢不需要什么基础，只要会吓人就行了。我再整一把去，这手段还挺奏效的。各位周末愉快，溜了溜了。